大家好，上节课呢，我向大家介绍了 PDO 中的 PDO 对象的使用方式。那这节课呢，咱们会介绍预处理 PDO 提供的预处理对象，也就是准备好的语句。我们来打开课件看一下 PDO。那么，咱上节课介绍的是这个类，现在咱们介绍一下这个类 PDO 预处理，也就是准备好的语句。在这个类中，可以为帮我们准备一个语句，也可以帮我们处理结果集，都在这个类里边呢。所以呢，在 PDO 里边没有提供结果集的类，因为用这个，用下边这个类就包括了处理结果集的一些方法。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类里边也能执行思考语句，准备一个思考语句，和在 PDO 对象中的 EXEC 方法以及 QERY 方法相比，好处在哪里呢？我们来先看一下什么叫做准备好的一个语句，或者是叫什么叫做预处理语句。就比如说，其实咱们在 MySQL 里边已经介绍过了，但这里边呢，咱们再说一次。假如这是数据库，这个呢是咱们客户端。如果我连续向数据库中插入十条语句，比如说连续有十条语句，插入同一个表中的十条语句，那么你会分别把每条语句分别交给谁啊？交给数据库服务器。假如说有100条语句，这里边还有其他的语句等等，那么服务器接到每一条语句都得经过编译然后运行，都得去编译运行，每一条语句都不放过，不然的话它插入不进去。这样的话，我们连续插入100条语句的话，或者1000条，我们每个都编译，这样会大大降低我们的效率。因为 SQL 语句的相同 的操作， SQL 语句是一样的，没有必要让它每次都编译一次。那么我们怎么让它只编译一次，然后但是呢这些SQL语句数据是不同的，然后把不同的数据再交给它呢？就类似于这样，假如说还是有一个数据库，还是有客户端，在客户端里边我先把一条语句先给谁啊？先给服务器，让服务器在这块准备好它，已经编译完了，在这准备好。然后呢，这条语句需要不同的值，我再分别把这些，假如说它有不同的值，不是 SQL 语句了，只有一条语句发送过来准备好。但是这个设置，比如说插入100条，100条插入的数据是不同的，我再分别把数据传到这个语句中，已经在这准备好的语句中，然后再告诉它去执行。通知它执行，就往数据库插入了。这样的话就能保证我连续插入或者连续更新连续删除很多次相同的语句，只有数据不同的情况下，我只在服务器端编译一次 SQL 语句，这就是准备好的一个语句，把语句也叫做预处理语句放到这块。这样的话它效率会提高，所以呢使用预处理类它的优点就是执行效率高，和这两个相比，写在这儿吧。优点就是执行效率高。另外，我们在 SQL 语句里边，前面咱也多次介绍过
色块语句里边呢，我们可以假如说色块语句你在这边传过去的，我们可以假如说一个搜索或者一个表单插入，我们可以在表单里边把原来色块语句补全或者注释掉，再写一些自己的语句，这就是一种色块注入。传统的解决色块注入的方法呢，是屏蔽掉表单中的空格或者是色块语句中注释的语句，而在我们这里边先把一条语句放置准备，后期表单中的输入的所有的值语句已经编译完了，再给他，他就不会把语句再重新去编译了，语句已经是编译完的了，他接收到的都是值，不会再插入注入到我们这条色块语句中，所以安全性更高，优点是执行效率高，安全性更高，这就是预处理语句的优点，就先准备好一个语句的优点。这就是PDO。预处理语句的作用就是编译一次可以多次执行，会在服务器上缓存插印的语法和执行的过程，而只在服务器和客户端之间传输有变化的列值，以此来消除这些额外的靠销。另外他说了，可以有效的防止 SQ 注入，在执行单个查询时也快于直接使用谁啊，就算单个执行不是连续执行的话，也要快于 PDO 对象中给我们提供的这两个方法。所以预处理类里边的处理方式是我们推荐使用的，这种是推荐使用。那你可以把这两种方法忘记掉，因为咱们所有色块语句也可以通过预处理来处理。那我看一下怎么去使用，我们只要先和原来一样，咱们先创建一个PDO 的对象，一个例子 PHP， 比如说 try catch PDO exceptln $e， 如果有连接问题直接输出 $e 里边的 get message， 输出所有消息，然后创建 PDO 等于 new PDO 里边第一个存 DSN 以 MySQL 开头的，然后主机是 localhost DB name 等于细说 PHP DB， 然后用户名 root 密码123456，是这样的。然后我们看一下执行色块语句，我这块就不写错误处理模式了。那错误处理模式呢，和上节课的都类似。传统的咱们执行色块语句是使用 PDO 里边的，假如说执行有影响行数的，是使用 ESEC 这个方法，比如说更新、删除、插入。执行查询语句使用的是这个方法，比如说 SELECT 语句执行的是 QUERY。而我们现在使用预处理使用的是调用 PDO 里边的，你看这里边有一个 PRE 的方法，准备一条语句返回来的就是这个对象，所以我们在这里边 PRE 它也不像咱们前边使用的 ESEC 和 QRY 把SQL语句分成两种来使用，这个里边它可所有 SQL 都可以执行，那它返回来的执行完 SQL 语句返回来的就是这个预处理对象，你看一下，比如说 DUMP STMT， 这里边不管执行更新插入还是删除都是一样的，比如说 update 更新设置更新表 shops 设置名字等于AA 然后where 条件 ID 等于100，假设是这样，你看咱们只看一下返回的是不是这个类型 HTTP localhost 执行的是细说 PHP 下边的 demo.php， 你看是这个对象，语句是这个。那假如说我这里边执行查询语句，这个是所有会影响行数的代表，查询语句星 from 从shop 这个表里边，你看返回来的
同样是这个对象，只不过查询语句有变化了。这就是使用它去准备一条语句。那怎么准备一条语句？比如说咱连续插入三条语句，那我就得应该用 insert into 插入到 shops 这个表里边，插入什么呢？名字、价钱、数量、描述、微流值。我先把一个语句像这图一样做好，一个语句放到服务器端编译好，在这准备着。那我如果这里边直接写值的话，比如说插入 AA BB 这样的值的话，那每次执行呢有可能都是什么执行都是同样的值了，而值呢不同的值呢咱们怎么的，我们需要不同的去传入，然后再通知它执行。所以我这块就得用占位符，比如在 MySQL 里边使用的问号占位符四个，是按顺序指定分别每一个。而在 PDO 里边支持两种占位符， PDO 中有两种占位符，占位符号可以支持两种占位符号，一种是问号这种，一种是问号参数，一种是名字参数。名字参数，当然名字参数相当于什么呢？问号参数就相当于我们去操作的索引数组，而名字参数呢就相当于我们操作的关联数组。关联数组为什么说问号是索引数组呢？我们这第一个问号对应第一个名称，而且是顺序的，是按索引顺序去找的每一个占位符，因为它是按索引顺序，索引顺序使用的。而这个呢按名称使用的，就相当于按关联的下标去使用的，和顺序无关。咱通过后边使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索引数组问号参数。那名字参数什么意思呢？你看，假设这条语句注释掉这个，我只要对应，不用按这块得按顺序来指定，比如说第一个冒号 name 起个名字，这个名字是我自己定义的，不一定非得叫 name， 我叫什么都行，但是你跟它是字段名对应的话，我容易去使用，比如说冒号价钱，比如说逗号冒号 num 以冒号开头的，然后自己定一个名字，然后冒号 desn， 我起了四个名字，这样的话在使用的时候，我只要找到冒号 num 就知道对应的是这个，而我这个呢必须得知道它是在第三个位置上才可以。那就有人问了，说这两个我使用哪个呢？还是两个混合用啊？当然了，混合用的时候很少。这两种占位符使用哪个，那就看你个人的爱好了，个人的喜好。就像数组的索引数组和关联数组使用一样，你个人爱好处理索引数组还是处理关联数组，它两个没有效率和安全性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只是给我们提供的占位方式不一样而已。那好，有了这种名字参数了，或者是这个问号参数了，我需要把参数和变量绑定。那第二步，这条语句我执行完之后就已经怎么的，执行完这条代码就已经准备好了一条语句，准备好了一条语句并放到服务器端了，也已经编译过了，过来了，就差为它分配数据过来，就差为它分配数据过来了。所以第二步要想分配数据，我们先得用变量将每个变量和每个参数绑定。所以呢，
我们需要第二步叫做绑定参数。看这里边绑定参数也很容易，我们只要通过这里边的，看一下第二个绑定参数这个方法就可以。第一个是需要的绑定的参数，也如果是名字参数就按顺序绑定，名参数按那个名字绑定，如果是问号参数呢就按顺序绑定。然后绑定什么变量，必须得存一个变量，因为这是引用存值。然后后边什么类型什么长度，然后呢驱动的调用参数。后边三个参数对于 MySQL 来说呢都没有必要存，当然这里边也可以存类型了。那我们来试一下，比如说绑定参数，如果现在咱们用到的第二个注释语句是绑是名字参数，那我怎么绑定呢？ $stmt， 你看绑定参数将 name 这个名字参数绑定到 name 变量上，必须存一个变量，然后可以不按顺序来。比如说这块是数量的参数，我可以绑定到num 变量上，然后这块描述的参数绑定到变量名，后边也是自己随便起的，不一定说跟字段名是一致的。然后还差一个价钱的参数绑定到，比如说随便起的绑定到 p 上，这样的话我就不用顺序了绑定了，我只要知道我定义的名字，我就能把这个名字参数绑定变量上，然后我给变量赋值就会给这些参数赋值，再通知这条准备好的语句，我传完值再通知它执行就可以了。那现在咱们已经绑定完了，那怎么通知它执行啊？直接通过 stmt 里边有个 execute 这个方法，如果执行成功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判断，如果这个执行上输出执行成功，看一下，否则的话执行失败。执行失败，我们来看能不能插入值，先把数据库打开看一下有没有最后的一条 MySQL杠 U root 杠 P 12345 6，然后细说 PHP DB 进来 SELECT 星 from 从 shops 这个表里边 ordr order by NID 排序最后一条，现在是108条，我们看一下执行完，但是我这只绑的参数还没给变量赋值呢，你现在可以分别赋值，比如说 $name 等于名字叫 3w， 然后 $num 赋值，比如说10个 $desn 赋值，假设是 hello， 然后 $p 赋值价钱，假设34.5，把这个变量赋上值，它是引用的，相当于这几个变量赋上值，这几个变量又跟它绑定，相当于这几个赋上值。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执行成功，我们看语句109条出现了，109条出现了。那我再看一下，这是绑定名字参数，那绑定问号参数怎么绑定呢？赋值是一样的，比如说这会儿注释掉了，那这个问号参数我这会儿就该打开了。第一个是绑定问号参数，那你就必须得按顺序绑定， name 是第几个问号，是第一个问号，然后数量是第三个问号，那这会儿就得写3，按顺序绑定，然后描述是第四个问号，这个呢是第二个问号，看一下我这值都后边都加个1，这能看出来这条记录的区分。无效的参数没有定义，执行失败，36行。它执行失败，看一下无效的参数是
一绑定 name 数价钱，二是价钱 p 价钱，然后呢三是数量。没有问题啊。哦，我上面的开启了，这块还没注释掉呢。你看现在是用的名字参数，问号参数，前面那两个都注释掉了，我再执行一下，执行成功。我们看一下数据，110条带一的，后边都带一的又有了。所以这个呢必须得按顺序指定，而名字参数呢按名称指定就可以了。当然他们两个都可以，后边有第三个参数，也就是什么类型。这个类型都有哪些呢？也是用常量。我们看一下，往下看，那常量里边前面这几个都是参数的类型，比如说这个代表布尔型的，这个代表空类型的，这个代表整数的，这个代表字符串的，这个代表大数据类型的，大对象的，然后这个代表本身的初始化的，这个呢代表存储过程的这些。那比如说我们这里边现在需要的类型，假如说我加的话，第一个 name 是字符串，应该使用的是这个常量，这个常量。第二个数量是整形，我应该使用 int。 第三个描述也是字符串。第四个价钱应该是 double 型的，这里边看提没提供给没给我们提供好一个double 型的，布尔型有，空类型有，整数类型有，字符串有，好像没有 double 型的，没有，所有没有的类型你可以不添，也可以按什么，也可以按字符串。好，你看一下，我们再执行同样的语句，能不能查出成功。好，又没提示错误，我们再看一下，有111条，也是可以的。所以呢，如果你提不提供这个可选的类型，它都会自动转类型，所以咱们就没有必要提供这类型了。这就是插入语句，当然更新语句也是同样的操作。那这里边插入语句，我就得知道最后一次插入的 ID， 因为我还想怎么呢？同时插入两个表的时候得使用啊。那这里边哪个是能获取到最后插入的 ID 啊？看这里边，没有能获取到影响行数的，也没有获取到这些函数最后插入的 ID 的，没有，咱们就可以借助于上边这条语句，里边不有吗？所以咱可以借助于 PDO 来获取到，执行成功之后获取到影响行数，输出，最后插入的。最后插入的 ID， 最后插入的 ID 就可以用 PDO 中的有一个 last 最后 insert ID 这个方法。你看我刷新一下，就会获取到最后插入的 ID 112 113 114，我连续插入了四条，本身没有借助 PDO 的。那咱有没有必要拿到影响行数呢？这里边当然不没有必要了，因为我们这个返回布尔型就判断成功和失败，不用说单独的去获取影响行数来获取的成功和失败，使用这个就可以判断，因为咱们获取影响行数也为了判断成功和失败嘛。来保存一下，这就是我们插入语句，比如说更新语句也是同样的方式。哦，就不写了，一样的方式，跟还是写一下吧。这 up date 更新设置这几个，这样吧，我现在都用名字参数，因为我个人喜欢操作名字参数。up date 更新表 shops 设置名字等于冒号 name， 如果是问号参数的话就是写问号了，当然两个最好别混，不要混合着写，名字参数，然后呢数量等于num， 然后价钱等于 price， 然后 desn 等于
冒号 DSN 外条件 ID 等于冒号 ID， 然后绑定。现在呢又多了一个 ID， 所以呢我这儿得绑定一个 ID $ID 这块 PRIC 绑定全称吧。你看我现在将哪个 ID 改掉，当然了插入的话就没有最后插入的 ID 了，这条就注释掉。这记录有111条，比如说我把108条这个改掉，那你看一下我只要这块改成108条，那现在我想再去更改我就不用，看我再执行一遍，只要我干嘛，只要我复制一下这个数据就行，比如这块改成改成109条，我先连续改两条，你看就是同样的语句只使用一次，然后连续操作关键行，你看能不能成功，刷新一下，两个都执行成功了，再刷新一下当然也是成功的，你看一下108，哎我这没改变吗，哦价钱改成109了，这个 I 这块得这个没这俩都没加什么，都没把 ID 改掉， ID 等于108，写错了啊，这个也是把 ID 等于108，我们来这回来看一下，运行一下执行成功，108改成悠悠了，108不对，这是 ID 108的外条件 ID 等于108的，108应该改成再改一个其他值吧，比如改成109改成这里边109还不对，看一下109的问题啊，两个都是108，写错了，执行成功，MMN 就可以了，这就是更新语句。那插入语句也可以连续插入，比如说我们后退一下把程序拿回去，你看这插入语句，假如说我连续插入两次的话也可以这样连续插入两次，假如这块给值是OOO 也是可以做到的，115 116又插入了两条记录，115 116，所以删除语句我就不用写了，也是一样的。那有的时候这样比较麻烦，好那我保存一下，你看它比 MySQL 有一个更方便的地方，什么方便的地方呢，我不执行绑定参数了，也不执行给值了，我直接就这么做，假如说绑定的上面是问号参数，假如说我先用下边的吧，下边是名字参数，我直接用 STMT 执行，执行谁啊，执行 EXECUTE， 那他说了没绑定名字参数没绑定值，那他怎么能会插入呢，这里边加一个数组，只要数组下标，比如冒号价钱是假设99逗号，也不用按顺序来，名字是假设 KKK， 然后数量加个冒号，就是下标就是那名字参数，数量是45，然后冒号 DESN描述是 A， 这是连续插入一条，
我连续插入三条，你看呀，99、88、77，名字，1 2 3 1 2 3 1 2 3，看方便多了。 PDO 支持在执行的时候直接绑定并传值，也就是在这个执行的方法里边插入一个数组，下标就是名字参数的。那我现在没按这个指定的顺序，你看我价钱在第一个，名字、数量、描述是乱的，但是它也能插入成功。你看一下，没有提示错误，因为我没输出最后插入的 ID。 你这里再看一下 K1 K2 K3 都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假如说你做一个数据库插入，你只要把表单传过来数据，比如说 $STMT， 假如说表单里边的名称和我们这个名称是相同，你就可以直接 ESECUTE 直接传一个 $POST， 那么接收的表单就直接插入到数据库里了，是不是很方便？那如果是索引数组，咱们这种问号参数能怎么办呢？那你传入的数据我先保存一下，传入数据就更方便了，直接怎么的，如果这是这种问号参数的话，这个都删掉吧，你看直接调用 STMT 里边的 ESECUTE， 你按顺序传值就行了。比如说第一个问号肯定对名字，名字是my name， 然后第二个是价钱11.2，然后第三个是数量，比如说55个，第四个是描述 very good， 然后假如我连续插入三条，整名称我这我起不同就行，1 2 3 56，有不同的地方就可以。看插入执行，执行丢失了参数。看一下啊 ，ESECUTE my name 名字、价钱、数量、描述。哦，这块咱们应该是一个数组传进去，不应该直接传值。这是一个传一个值，这值数组啊，所以咱们这个参数这错了。这应该是一个数组，你看索引数组对应这种索引的，刚才咱们用过那个关联的，对应的是关联的下标，所以它的区别就相当于按索引数组使用，按关联数组使用是一样的。执行，我们这位再看一下，记录，三条记录，120、121、122都有了，当然也可以直接获取到最后插入的 ID。咱们执行完，插入语句、更新语句、删除语句，这些都一样的。那咱们用 PDO， 经常咱还会用到执行，主要是大部分都是执行查询语句，就是 select 语句。那咱看一下如何获取结果，如何获取结果，执行查询语句。那同样咱们使用 PDO， 先准备一条语句 PRE， 比如说查询 ID，名字、价钱、数量 ，from 从shops 这个表里边 ，where 条件，比如说名字或者是 ID 等于问号参数可以，冒号 ID 也可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绑定，也可以直接在执行的时候绑定 PDO 里边 ，execute 执行 array， 看名字、冒号、ID。对应的值是比如说100条记录，假如说或者是 ID 大于某个参数，那就大于100条的，咱们现在全获取到，也可以这样做。如果没有参数的话，这里边你也不用执行，假设这块没有这个条件的话，那我这块也不需要这个参数了就可以了，当然咱们还是加在这块，大约100条语句查出来。咱说这个方法执行完之后，你看啊，
我们它这个方法返回来的是不是结果集？你先看好了，使用这个，这里边没有什么结果集，这个方法返回来的 ESE 返回来的只有布尔型真假。那我们怎么去获取值呢？怎么获取值啊？因为它返回来的这块到了 $STMT， 到了 STMT 这个，用这个去执行，刚才写错了。那他说了，直接便利这个 for h， 你看便利这个 STMT 里边作为 var 变量。如果咱们用这个 query 执行的时候，这个方法返回的直接是对象，就可以当数组便利。咱刚介绍过，那么用这个现在直接便利这个数，把它当成数组便利可不可以呢？打印一下 STMT， 然后输出这些换行，你看一下是可以的，这是大于现在是按对象的方式执行这么多对象，但是并没有打印，你看这个方式是不行的，只有用 QRI 返回那是可以的。那我们怎么获取结果啊？咱们就需要使用这里边的这个方法 FETCH 这个方法和 FETCHALL 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是一次性获取一条记录，然后往下走一条记录，默认返回是关联和索引数组两种都返回来的。比如说我执行一下 LW 一行记录，使用 STMMT 里边的 FETCH 返回，你看 PRNT 打印 $LW， 它返回就是第大于100条的，应该是101条开始啊，101，看一下这块没有大于100条的，应该是从101开始的，它的数据有点乱，咱们排序一下啊。 ORDR ODBY ID 排序一下，你看101条记录可以了。如果我再想取第二条记录的话，我再执行一次，如果再想取第三条记录的话，我再执行一次，你看一下记录分别是101 102 103三条记录。然后跟我们返回来的数据模式，你会看到关联和索引一起返回，咱们一般不需要这样的数组，要么你处理关联数组，要么处理索引数组。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参数来设置这个获取的模式，有这么几个，也是通过常量的方式去传的。我们看一下，你看如果我传这个常量以关联数组返回，传这个常量以索引数组返回，传这个常量和默认是一样的，关联和索引两种数组都返回。比如说我现在想获取关联数组，那我只要这块 PDO 冒号访问常量，不用冒号的方式吗？ FETCH 是不是用的是下划线 NUM，你看这用关联数组返回，这个 PDO 冒号冒号 FETCH 下划线 ASSOC 以索引数组返回，这个 PDO 冒号冒号 FETCH BOTH 我两个都返回，也是默认的方式，和直接这么写默认的方式，比如第四条不写是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块，我每次输出完之后用一下换行，不然的话它数据都混在一起了。你看第一个关联数组，第一个索引数组，第二个关联数组，第三关联和索引混合，第四条记录104条也是这样的。那如果每次获取都这么指定比较麻烦，所以咱可以通过一个预处理对象里边有一个设置 FETCH 的 MOD 模式这个方法，通过这个方法咱们就可以在这儿呢，看一下设置获取模式，它的参数和这个获取的参数是一样的。比如说我将全部是索引数组，那我这里边就不需要每个参数都传了，只要改变一个所有的都变化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个方式。你看这四个我没传，都是按这个设置模式，就是获取数据的模式。
好，你看一下，都是索引数组。如果把它变成 ASSOC， 那就都是关联数组，是这样的。当然了，我们可以，你不用这么写，咱们可以用循环的方式，因为它获取到最后一条获取不到，直接返回假了，所以 while 循环让它获取每一行，如果返回的是数组，它就是真。当获取最后一行返回假的时候 ，while 循环也就停止了。你看，我可以把所有记录都获取到，一直从101到112条，就都有了。这是后边都是咱们刚刚插入的一些记录。这是获取模式，这是一条条获取。如果我们用像后期咱们讲的 smart 或者之类的，需要处理整个表的二位数组，我就不用这种方式，这是一条一条获取。我可以通过这个方法直接一个数据等于 STMT 里边有一个叫做 FETCHALL 这个方法 PRINT， 用先输出一下这个数组 PRO， 让原型输出，写错了啊 ，PR。哦，输错了吗？看一下，整个表都给我们以二位数组形式返回来了。整个表都是，所以呢，这一次性获取的数组，但是返回的数组你给看一下，关联和索引还是混合的，所以我也可以通过这里边的参数 PDO 冒号冒号 FETCH 下划线 ASSOC 和直接这个获取的它俩参数是一样的。那我现在获取的什么？你看索引数组，想获取关联也是可以的。如果不在这传递的话，我这个方法其实它能控制所有的获取模式，比如说我在这获取的，这没有指定，它对它也有效。你看，对它也是有效的，也是一个索引数组，就是关联数组。所以我们可以单条获取，也可以多条获取。那现在都获取到数据了，你输出表格的方式就很容易了。除了这两种方式，咱们还有其他的获取记录的方式。比如说，看啊，我不用这两种方式获取，我直接可以用绑定列的方式。你看一下，这里边还有一个绑定列，第一个就是将哪个列绑定到什么变量上。你看一下，假如说我在这块直接绑定，在这执行之前也行，执行之后也行，只要你有绑定就行。BIND 绑定 COLUMN 绑定列，看你可以按顺序绑定，也可以按列名绑定。比如说我将 ID 列绑定到 ID 变量上，当然后边也可以指定绑定的类型，绑定类型呢和咱们绑定参数那个类型是一样的。比如说这块写上 PDO冒号冒号，然后呢按照这个的看参数，比如说绑定到字符 ID 是整数，绑定到整数上，当然也可以默认的绑定到整数上，可以这样，也可以不写。比如说第一个 ID 那就绑定到整数吧，第二个比如说是价钱，我绑定到 PRICE 上，也可以按下标顺序，比如默认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那看我可以将第三个字段绑定到 NUM 变量上，也可以混合使用。第四个字段我可以绑定，按顺序绑定也行，按这个列名绑定也行，绑定到 DESN 上。当然后边我也可以指定类型，比如说这个描述这个类型好像少了一个ID， 第二个是名字，价钱，那我再绑定一个
一二三四五，这后边是这是四，这是五。那再绑定一个名字，那你按名字绑定的是不用顺序的 ，bindcolumn， 比如说名字这个字段这个列绑定到名字上。当然我也可以使用参数，比如说 pdo 冒号冒号 param 下划线 str 绑定字符串，后边这个参数都是可选的。看这个绑定列，后边一个参数是类型是可选的，我写不写都行。这个类型呢和咱们那个绑定参数的类型是一样的。绑定完之后，你看我现在还是使用这个获取 $stmtfetch 获取，但是获取的时候我直接加一个 while 循环，跟刚才作用是一样的。第一次获取是将数第一条记录的每一列的值分别付给每一个变量，第二次获取把第二行的记录分别付给每一个变量，所以在这里边我直接输出这些变量。你看这块绑定的 ID， 这块 ID， 然后名字、价钱、数量、描述，你看一下第16行出错，啊，这多了个逗号，你看一下记录也一样能获取到。这样呢我们变成一层表格或者直接输出就方便了，已经直接转成变量了。当然我们不用这种方式，直接用那个 fetch 获取NUM 那种就是索引数组，咱们用 list 也可以接收嘛，前面咱们实验也做过这种形式。我还可以除了这几种方式，我还可以获取单列的，还可以获取单列的，比如说用这个我就不给你试了啊，获取一列的值，只要存列号就能获取单列这个某一列的第一个记录，比如说指定一就是第一行的记录，第二行的记录，通过这个指定哪列获取哪个列的字段的某一个值。所以呢获取数据的方式在 PDO 里边还是很多的。那这里边咱们也能获取到，比如说做分页也能获取到总数，比如说我想知道一共多少条记录，总记录数就多少行，直接通过 $stmt 里边，你看有一个什么方法啊，行数，使用这个方法就可以获取到。总计22行，从101到122，一共22行吗？也可以获取列数，总列数，字段数吧，一共多少个字段。那我们在这里边你看一下，列数也有这样的属性，有行数有列数，都是我们可以从结果集里边这个当成结果集获取到，一共五列五个字段嘛。那我们能不能用 PDO 获取字段信息呢？也就是这个表里边有多少个字段，字段名是什么，也可以。你看这里边我们找没用过的方法，你看这个得到列的信息第几列返回的这个对象，那在这个返回的列信息里边呢，你看这里边有列名、列的长度、参数都有，比如说选择总列数，你看这里边返回来的是一个数组，数组的下标，然后对应的名称之类的。比如说我现在想直接便利出字段名来，那怎么便利啊？ for 循环$phi 等于0， $phi 小于列数，有几列我循环几次，然后$phi 加加，然后每次从这个 stmt 的这个方法里边获取一列信息，
这个得到某一列的信息，到了 file 第几列的信息，然后这里边就是所有列的这个数组，输出一下换行，你看一下，获取到列的长度标志，第一列它是主键，能看到，然后呢表明是这个，这个列名是 ID， 长度是11，然后第二列能看到列名是 name。 那我通过这个，我现在不这么输出了，我循环的时候输出 $field field 中括号，比如说我想知道它的列名杠杠杠，然后这时候再输出一下换行。好，你看一下对应的列名就都出来了，你看 ID name 价钱数量描述跟这是对应的，如果输出表格的话，这就是表格的列名，你可以输出。那比如说咱们现在我想给你做一个表格，怎么做呢？输出列名，我这块就可以输出上边 echo table 表 burdr 边框等于一，宽度等于比如说900，然后 ALIGN 等于 CNTR， 然后输出一个一行 TR， 输出斜杠 TR， 然后这块我输出的就不是这个字段了，直接 echo TH 连接这个，这里边就是斜杠 TH 专门做字段名。那里边呢输出的时候，里边这循环一次，我就输出一个TR， 输出斜杠 TR， 那里边绑定了每一列了，输出 TD 斜杠 TD， 这块 $ID 直接用变量名 name 就方便了，价钱数量描述，然后再输出斜杠 table， 你看一下，我现在就可以直接输出一个表，一改变就可以加分页，跟原来一样，跟原来咱前面介绍一样，我这里边就不详细介绍了。用那个分页类创建，用这个，因为我们就能获取到列数，就能把分页算出来，然后直接输出就可以了，这就获取行列记录都可以获取到。那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其他方法没介绍的，基本上差不多了。所以在 PDO 里边，这里边就给我们提供了两个类和一个异常处理类，还有很多个常量，很多个常量。通过这三个类，还有那些常量，就能跟数据库处理所有的内容。当然 PDO 的好处是可以跨数据库的。现在我只要所有的方法都不变，这下边代码都不用变。现在假如说我换了，我现在连接是 Oracle， 我只要把这一条记录换掉，当然环境中我先装好 PDO， 那我改成 OCI 的 Oracle 的驱动，我就可以直接在不变的情况下就可以处理 Oracle 数据库了，好处在这里。好，谢谢大家，咱们PDO 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当然了，你再通过实例或者咱们后边视频会给大家讲框架的东西，也有项目的东西，那你通过实例将 PDO 的每个方法用熟，那 PDO 呢也是后边咱们也就是 PRP 的新版本中主要用到的一种连接方式。现在呢各个企业呢连接数据方式大部分也都转向 PDO 这种方式了，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对 PRP 的PDO 的就是 PRP 的这个数据对象的每一个细节非常熟悉，完全掌握，才能呢在项目中灵活去应用。好，谢谢大家。PDO 的部分我们就到这里了。